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就在方才不久前，韩版官网公告了暗棋的核心技能觉醒介绍。那这个技能内容有哪些？我们赶快看一下吧。首先，第一招，第二经济。这个经济看起来像个流星雨，它的翻译叫做比较特别，叫做卡里普索。 它的技能说明是从虚空领域召唤一颗陨石卡里普索，直接摧毁地面，然后陨石的爆炸中心会产生重力场，限制敌人的行动。从字面上面看来，它就是一个类似远程的范围 AOE 技能，可以对玩家跟怪物造成伤害，并且如果是在范围爆炸中心内的所有的人会限制移动。 它的限制移动，我猜应该不单单是缓速这么，或是绑脚这么简单，可能是全体冲晕，因为被撞到嘛晕眩，或者是全体静止，也就出现个立场，禁止传送，简直就是无法回卷。然后再来看第二个技能，这个技能是新旧技能更新的，它的双分身叫做叫做分身国王，蛮特别的翻译。它的能力是指觉醒虚空领主为分身王，您可以获得。 保留外观和能力的反向模仿能力，并且会觉醒视觉技能的冲击波。诶、欸，这一个应该就跟其他职业大多数的一样，就是你会创造一个反向的外观，类似你知道那个圣圣剑有一个叫做那个镜像嘛，它可能是反向镜像，就是另类似跟圣剑是一样的能力，只是它说它的技能方式是反过来操作的，然后并且它会觉醒一个视觉的。 技能冲击波，我的猜可能会是跟妖精或者枪手的第二经济是一样，可以看穿、变怪、隐身或是隐那个呃那个隐匿的玩家、半透明的玩家。好，再来看第三个，这一招技能就是暗棋的这什么？暗棋的保命技能啊，它就是幻觉。它的能力是可以召唤一个外观相同的幻影分身复制人，然后并且跟它交换位置。 针对所有对你攻击的伤害，全部都会转移到那个分身的分身身上，然后施法者会进入半透明状态，并且回复生命值。它的说明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再生技能，就是可以在死亡的时候立刻保命技能跑掉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后面右边第一招这个技能叫做“黑暗黑暗次元”，它、啊、这边翻译叫“黑暗维度”啊，那我们台湾的发音翻译可能会叫“次元”吧。 暗黑次元，它是也是旧技能更新的，它就是暗棋的位移技能。你可以传送，然后在你的传送点，你在使用地的地点会产生一个虚空的印记。你再使用再次使用这技能，可以回到原点。它有点类似，你玩过英雄联盟，很像那个劫。你飞过去之后，你原地的分身会在你的分身会在影子会在原地，你再按一下就可以回到原地。所以这个技能会大大增加暗棋的操作性。他把这个天堂 N 啊做的很像那个什么英雄联盟那种感觉。 下面这个技能叫做虚空场，它可以展开一个屏虚空屏障，保护范围内的所有盟友。距离屏障中心越近的话，效果能力越强。好，最后一个技能更新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个暗黑灵魂复仇者，这也是旧技能更新，借由释放收割的灵魂，你可以控制虚空使魔。他这个说法有点像是暗器会有那种召唤的技能，可这个召唤技能的说明又跟。 妖精还有法师的召唤不太一样，它可能就是那种可以召唤出一些可以帮助你攻击或 support 你的一些那种猪猪，类似鬼火之类的，然后就攻击敌人或是帮自己增强能力之类的。好，以上就是韩国目前初步发布的几招暗器技能重启，虽然说明有点不完整，但是从字面上面可以大概推敲出暗器改版之后应该就是一个以机动性跟防御能力为着重的角色。 希望它的坦度能够跟圣剑相比拟，然后它的控制能力或者范围的机动性也可以跟那个雷神或龙斗相抗衡啊。好，我们敬请期待吧。十一月二九号韩版就要更新啦、啊，那在十一月二七号就会有完整的技能资讯跟大家说明哦，因为会有直播嘛。好，以上的内容到这边为止，我会持续帮大家更新更新一更进一步的暗器资讯，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